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哦，原来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店名 La Morning， 上台吧。我、哦、为什么 La Morning 只有一个？等一下哈，迷你蹦变成 La Morning。好，我们给 La Morning 掌声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La Morning。我是敏毅，等下再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叫 La Morning。好，我是敏毅。我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是谢震廷的《灯光》。我会选择唱这首歌，是因为其实，我觉得音乐对很多人来说，或许是一个快乐的象征，但有时候其实我觉得音乐很贴近人，是因为他在难过的时候，他可以唱出你的心境，他可以用音乐的旋律去安抚你的心。我觉得这是我喜欢音乐的其中一个原因。而这首歌在我难过的时候，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安慰。我想要唱给你们听，带来这首谢震廷的《灯光》。很久后被你再碰，来的
我们的 Lamorni 第二个团员，他是玛亚，然后我们欢迎玛亚上台。